们本来以心为宽吧。美美的想住一个 Airbnb，结果成结果双又人被房。安排到 hotel 里面了。哎呀，哎呀。买了一堆鸡蛋呐、意面呐也退了，换了两根香肠啊、坚果啊这些有玩意时候儿。老外做生意不亚于中国人。对，这思路可以，跟我们差不多了。对吧？现在是意大利时间的2:28下午，我们刚刚出门，开始享受我们的罗马假日。嗯，对。哎，那什么？那就都是肠。不是，不是，刚刚有一只海鸥飞过。太棒了！这个地方可以多待两天。太阳被你试过去了。已经走吧。这就是仙女喷泉、共和广场，是公主第一个落脚的地方。他居然偶遇到一次婚礼，这是新娘，这是新娘。我们现在躲在国会医院的这个广场这里，外面雨下太大，雷阵雨下很大很大。还冷风中瑟瑟发抖的我，看这里有只海鸥。他会不会过来咬我？骚了你！看那给你，哪个人造型？但是我不讲，我先走两步，好蹭一蹭，蹭一蹭。当时公主就是在这个地方遇到派克的，这个地方是她的凯旋门，这是两个神庙的柱子。到时候明天就别拍了，好吧？好呀。Cheers.